20多块钱给大家清仓处理一批骑摩托车风都吹不透的裤子，整条裤子的内里啊，全部是给咱做了这种加绒加厚，就这种内保暖外抗风的。人整条裤子的厚度啊，咱们在北方一条就能过冬，而且它这个可是去年那个大爆款啊，当时打完折卖的都可不便宜了。现在不是断码断色吗？只有黑灰两个颜色了。老板说呀，趁双十一的活动全部赔钱给咱清了。这不，收到货我一看质量这么好呀，赶紧给我老公也整了一条。我就可喜欢它这个小裤型了，就是经典的一个小卫裤啊，上身就是这种上宽下窄的，一整个显瘦又长肉的，还特别的保暖。你看它整个小面料啊，就这种9级纳米的一个防风裤啊，高密高质的，特别结实抗造。你看啊，我拿个钢丝球我去划拉它哈，无论我怎么划，使劲划呀，这一点毛病没有，不起球不勾丝不变形的。就连它上面的这个小 logo 啊，都是 3D 立体的一个小浮雕，上身啊保暖的同时又好看又帅气的。你再看人整个内里的这个小毛毛啊，就是这种绵密又厚实的，这冬天穿起来别提有多暖和了。而且它整个小质感啊，就是这种不掉毛不掉絮的。你看，就连它这个水洗标都是个小金标，就妥妥的专柜货。而且它整个裤型啊是这种高腰深裆的哈，这穿起来啊就是不卡裆不掉裆也不夹屁屁。你看加宽的一个弹力腰啊，这穿上不紧不勒，还可以很好的收掉咱们肚档多余的小肉肉。就连两侧啊都给咱做了这种又深又大的一个大口袋，这平时出门放个手机钥匙啥的就可方便了。而且它给咱做的是这种塑脚口的呀，咱不管是穿个运动鞋小板鞋都可帅气了。关键是它现在这个价格29.9块还给咱带了运费险，如果是你们刷到还有此码的，真的可以闭眼去冲。